超冰超弹，就是有一种那种我觉得慵懒然后质感高贵的感觉。然后黑色白色都非常亮，因为那个钻本身就很大颗，然后呢它真的很好穿，是我觉得这里做的很漂亮，然后主要是那个面料很舒服啦，应该说面料很弹，然后冰冰凉凉的螺纹。我觉得这个我们已经缝得非常非常牢靠，每一件哦都是在我们的掌控之中。看一下它的长度大小，它是属于这样子中长型的圆弧，弹性这么好，它也不增削肩，微削肩，弹性这么样的十足，帮我们把副乳遮住。还有刚刚说这整体的螺纹弹性是极大的，所以它穿下去非常的舒服，远远看呢都可以感受到它的存在。再加上啊副乳位置完美包覆，不会过于太削肩，太过于里面让你觉得很尴尬。但这件完美，非常非常的刚刚好。然后再来它的这个胸围，如果说你比较肉肉女孩，也可以正常尺寸戴就 OK 了。你们可以看到非常的弹，然后空间也是非常的足够。